天地宇宙看到，哎呀，大家都得度了，这世界繁荣昌盛之象又起了，就是全部人都是连续的都赢了嘛，你赢我赢大家赢，这世界就可爱，是不是？那如果真的是这样子，然后大家知道这里面的原理了，然后每个人都朝着这成圣成贤路走，那不是世界大同的可能性就来了吗？是不是？讲的跟唱，讲的比唱的还好听，但是不这样讲，不这样唱，怎么会越来越接近呢？是不是？我们把大方向先定好嘛，那接着就来开始细修啊，哦，逢人就度，对不对？我一再强调，没有人说你要做天地师就一定要花钱，对不对？也没有人说你一定要怎么做才是对。财师、法师、无畏师，我要再讲一次嘛，没有人说你一定要花钱，是不是？那你有些人就傻了。导致你说什么不要花钱，不要花钱，那我要做什么？要开始把自己先修好，然后开始积极力邀，邀请别人来了解超级生命密码，来了解天地的厚爱，是不是？让他感受着这样子的一个富足的新生活，那也是啊，对不对？这也是好事一件啊，你不能说这就不是好事啊，是不是？无畏时随处啊，你都能够让别人因接触到超码而受益，就结了嘛，是不是？那而且事实也是如此啊。接触超码的人心情好的程度，好的几率，好，频繁的点点，也一定比没有接触超码的人来得多嘛，一定的嘛。对，绝活我们都会了，是不是？那这世界让多点人他能够抓住这个小窍门，是不是？绝活抓着抓着抓着搞定了，这世界蹦蹦就起来了，是不是？这个我们有学员建议我啊，超级生命密码去翻译成这个西班牙文，我想想也对，因为好像到处有西班牙的这个用到的机会，哦，像墨西哥也是用西班牙文，是吧？反正很多都是西班牙文，中南美，所以呢，我试着把它翻成西班牙文，然后呢，我们这个征服更多的这个地球上的土地，是不是？渐渐的点线面，蹦蹦，是不是？有没有信心啊？有你这句信心的这种回答，我心安定了许多。非常感谢你给我这如此的力量，是不是？我们互相取暖，是不是？人在做，天在看。好，你的每一步，你都不要觉得跟这世界没关系，太有关系。而且你的每一步有多重要，而那一步一步之间就是你我的出路，天地富足景象的依据。